今天没耽误你约会吧？我单着呢，这种日子跟我可没关系。不应该呀、我的意思是说，应该是你太忙于事业耽误了。那也不是。是吗？我觉得吧，事业固然重要，但也不能完全不顾及爱情。你就应该找一个跟你志同道合，愿意跟你一起奋斗，还能喜欢狗的。就比如说，天辰，今天是你跟田雨贤共同给我设的局吧？没有啊，哪有这么巧的事儿？所有人在同一时间要求出来遛狗。我以为我演的挺好的，被你发现了。白天不见你来，现在来干嘛？怎么你在这值夜班啊？其他人呢？老陈早走了，我姑去相亲了，温静上夜大，我临时顶一下。你姐呢？我姐啊，公园遛狗去了。走，卡洛，公园散步去。完了！你带我到这来，到底要干嘛？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。还有礼物？没事，我不需要。你需要？我不需要。你需要？好看吗？好看。喜欢吗？喜欢。其实人生就像烟花一样，很快就会泯灭，但至少它绚烂过。这是你为我准备的？这个烟花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，量身打造。那露露是谁？露露是谁？露露，我爱你。我去问问露露是谁。你怎么来了？